好，等大家上线喽。Hello，Hello。好，我看。好朋友们，大家上线哦！你们准备吃晚餐了吗？来，雅慧、雅丽、艾少，你们大家都晚安。我刚刚已经在上一场直播，做了日式炸猪排。基本上今天晚餐呢，在下半段，等会我的鱼料理再做一下。等会直播完，我们今天也有幸福晚餐。好，大家晚安哦！我现在看到金梅。K.E. 凯艺吗？志玲，哦，凤英、Flora、还有丽美，你们大家没有办法一一问好的话，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哦。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是我一年里面大概有3次吧，3次，就是我们的渔业振兴计划，我们的农委会，然后。我们的渔业署，协同我们的养殖基金会，然后会在每一季，然后针对于比如说我们专门养殖的这些青年朋友，或者是渔业的单位，然后做熊丢席的这个水产，然后来做这个线上的开箱，好，然后推出很漂亮的组合，就是。那个没买到很残念的组合，那我觉得这个目的并不是把我们的国产水产品来做熊杯，不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意义是在于，透过于比如我会去做料理，然后在这个秋冬开始凉的季节，我们就拿我们的国产的水产品煮一些适合这个季节的料理，还有再来就是到底这个季节是什么样的这个水产品是。好吃的，好，那你们其实如果只要每一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直播，你们有跟上，你就可以得到最棒的这个水产品渔业的资讯，然后也可以如果家里有需求的时候，拿出来的渔获，它其实都是在前置作业，从养殖基金会去策划，然后再加上了我们的这些农业伙伴去规划。很多的细节，才有我们今天放在这里的水产品要跟大家来开箱。那刘爸，你帮我拍一下这个水产品，总共我们今天呢要开出的水产品呢有4箱，好，会有4箱。那是来自于这一次我们要，因为慢慢的持续进入了这个秋凉的季节，那家庭的消费的这个家里的伙食。的那种满足度要更高。这时候呢，从我们夏天会比较小品的这一些什么虱目鱼啊、鲈鱼的鱼货，慢慢的我们就会转入比较有分量。那我们有一句话叫"无斑不成燕"，好，就是以前要去给人家宴客的时候，那条鱼你什么鱼在家里都可以吃，但是那个石斑鱼就是要特别的喜宴啊、桌宴的时候。没有那条石斑，它就不叫做宴席。那今天呢，我们要推广的就是这个石斑。那石斑在以前也是会思考中，为什么很贵？可是它却可以在透过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推广，现在我们养殖的石斑呢，已经品质又好，然后呢，我们而且价格很亲民，然后品质又好，而且。等会你们会看到的规格是很适合家庭的。好，那所以大家都上线了，我们就开始来开我今天的这个第一箱哦。那我的第一箱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来自于这个永安区渔会。那我先讲一下永安区渔会养石斑哦，他们的养殖条件。为什么他们的渔获会好？你们如果看到，在不管永安区渔会或者是永安区的这个养殖的渔民，他们都会标榜他们的水叫做钻石水，去养这个鱼。那什么叫钻石水？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永安区在哪里？高雄，好，那因为我们的中油，它
有进那个天然气，那那个天然气它要转化成为可用的这个资源，它原始的温度是100多度，好像160几度的样子，然后需要去降温，它才能够转化成为可用的资源。那用什么来降温？用海水。那个海水呢，它其实不会受到污染，它会经过去做到降温之后，会回到那个海洋里面，好，是干净的。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子，这个水它有那么热的那个热源之后，它的温度平衡之后，它就变成了是一个18度到24度之间的这个水。那我们的这些养殖的渔民很聪明哦，就拿这个水，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是很像就是比较寒凉的地方的水分，然后呢就是完全你不用兑瓶淡水，就完全用海水，然后那个温度那个鱼呢就像住在那个叫冷气水。那我们都会知道那个比较冷的地方的水产品会好吃，所以就用这个水来养鱼，又做了一个很棒的善循环利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石斑鱼的这个水准呢整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啊，要吃石斑，很多人说啊，我要吃永安的石斑，就是来自于这个用这个环境条件。那我们今天开的第一箱价格是990块钱哈，是999，然后我拿起来的这个里面呢会有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哈，999的这第一箱里面哈，这个是鱼排，是龙虎斑的鱼排肉。那厚不厚？大家可以从侧边，它的一包的重量规格都是300克。那在这里面，好，在这里面这两块，好，这边就有一斤了。然后如果再加保利龙箱，再加冷链的运费，我看起来应该只剩下我刚刚煮那个味噌汤的一包鱼骨。就是这样，应该999就没了。如果以我们正常销售的时候，平常日常的价格，你去买哪里买也一样，都是按那这样子，连我们的保利龙箱，连我们冷链的运费，它999就没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面哦，鱼骨，我们的鱼会帮我们准备了两包，而且它每一包这个青斑的鱼骨呢，它有两包，每一包都是半斤，直接就是家庭的分量很刚好，所以会有两包，又多加了一包鱼骨。那个鱼骨好吃哈，刚刚煮汤，那里面那个那个上面骨汤吧，骨缝的那个肉，它是有胶质，然后有那个一个一个那个鱼肉的那个肌里小小的腱子的那种躲在里面，很好吃。所以那个煮汤，我这样形容，害你们会。好，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很夸张，这一包加上去之后，它的价格就到了1470。对，好，我自己很知道，他们平常卖就是在这里面还有一包的这个，对，都是全部都是肉，也是半斤，好，就是到了1470。今天在我们的表单上面会做999，我现在表单先不急着贴哈，我开完之后再来贴，这个会做999的组合，哈，这样子的概念可以看到哈，这个这大的底下吧，然后龙虎斑，然后再加上它的鱼片，然后这个青斑的鱼骨，这样子总共五包，做含运999的价格，在我们今天的推广直播里面。那我先用最快的速度说一下这个龙虎斑哈，龙虎斑，它一个龙字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爸爸是龙胆石斑，它的妈妈是虎斑。那你们会知道龙虎斑啊很有价格，是那种30斤以上很大一条那个天价的那个价格。我记得台湾第一只好大好大的那个龙胆石斑上市的时候，在101的超市前面，那时候渔业署长的那个开请师傅来结签那个记者会，我在，好，我去参与的。那所以我会知道这个龙胆石斑。那虎斑呢是什么？我没有那么厉害哦，你们知道这是我们养鱼的达人呢，我们的苏班长呢，
他帮像教学生一样教我说是什么东西，这是怎样。啊，他就说虎斑呢是在石斑里面呢，他说吼，你就饲两年哦，就算养他两年，他的体重也在一斤多，他长不大，可是他长不大，他的肉就很细很细，然后把这个龙胆石斑很巨大，有肉质，它的皮很 Q， 你们有吃到那个皮很 Q，然后跟这个虎斑，然后去育种出来的龙虎斑，然后去养它之后，他们说在这个苗啊，两寸半的苗，通常嘛养那个一年多，好，一年出头，它可以成为我们在桌宴上的一条全鱼。那如果养两年、三年的时候，两年以上的时候，它就可以有这样子去切吧，就是留这把出来，好，让我们家庭，因为不然你全鱼的话，不是大餐厅，你会觉得不好处理。哎，得当留这把，啊，也当取它的部位、鱼骨啊，把它分开，所以让我们现在的石斑非常的方便在家里做调理。那因为石斑哦，煎当然也 OK， 可是因为它的皮有胶质，不管龙胆石斑啊、龙虎斑，如果可以，你可以用水蒸的、煮的都会好吃。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箱哦，999。但是呢，重点在哪里哈？这包我现在就直接把它放回箱子哈。我们刚刚啊说六点要开哈，然后呢？为什么慢开？是因为我们装这四箱啊，不回去。哎，不是每一箱有难度，但是我们有一箱呢有难度，就是我们真的怎么样努力，然后我们装到怀疑人生，说：“哎，行哇，喜安娜来了，你刚才我也不知道，因为来的时候我不在家。然后呢，我们家苏米姐姐很可爱，她还帮我把那个袋子啊。”那一包鱼是多少钱的？直接用袋子装起来，上面是不是有写钱的？这样，那是苏比姐姐，她很聪明哦。她把这个，然后呢，又帮我装好。可是我们刚刚呢，三个人装到怀疑人生，真没看的是真没看，我们真的装不下。那第二标就是在永安区域会的这个第二标哈，就是，我觉得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战斗力超强。战斗力超强，我早上是不是写给你说战斗力超强的一标？好，第二标卖，你们已经看到箱子表单，等会会写1399哈，1399在这里哈。那有什么哈？可以看到，小港哈，在希巴两袋好厚哈，半斤半斤，好叠加哦哈，半斤半斤，一点五两包啊哦，好，有两包了哦。再来呢，鱼片，有无？头挂这个鱼片，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哈，来吃火锅，好方便，煮粥很方便，哈，煮海鲜粥什么很方便，好，这样子包，哈，也是一样半斤。再来，鱼骨，就是头挂咱煮米寿汤这一包，再来。鱼小排，好，刚刚那个就没有这个了。很多肉的，我很多肉，我对这一包觉得我很期待、哦，我也很期待。我说我今天要煮它，带油脂的感觉，对，有油脂，然后有皮，有肉，然后有肉，所以也是鱼小排。我们知道买排骨啊，你会买啊鱼小排，完美的部位，好，呵，然后再来几只鱼啊，哎，有头，哈，所以你敢看哈，这个是石斑鱼头。鱼头啊、然后鱼头还不够大，它没有用的地方留在产地了、哦、鱼下巴，我这样排起来是不是全鱼了？全鱼，我排起来是不是一条全鱼？已经养了这么大可以取两年三年的一条鱼，帮大家都切好包好，放上这个保利龙箱，然后含运费要扣掉250块钱，运费扣掉250块钱，如果照这样子1399扣掉250，那这样子多少钱？1000。399扣250。1150，1150，对不对？
好，所有的好朋友来。放不下在这，我真的搞不下气手。再来一条全鱼。那你没有说不的余地。对，你一定没有用，除非妈妈你不煮饭啊，不煮饭的好朋友你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齁。我手上的这一条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介绍了一个来自于石斑鱼故乡我们永安区渔会，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现在正好就是好吃，你可以拿来放着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可以全鱼清蒸的龙虎斑，而且是可以上桌宴，上桌宴就是上桌宴的，这只人去吹哦，餐厅伊都要甲你收千瓦块啊，嗯，对不对？超大条的。对，所有的好朋友1399，你们告诉我怎么装进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装的。还是把它放回冰箱吧，哈，还是把它放回冰箱。我最后选择放弃了，所以不好意思哦，我，但是我们证实啊，你看哦，它的尾巴歪歪的啊。你知道吗？它的尾巴歪歪的，所以真的装在里面。我是想说，哎、欸，这样子刚才春冷霸周的话哈，哎、欸，这差不多底下蒸蒸爱受气哦。那想话用较大卡干嘛？对，我嘛想，哎、欸，袂袂，想话较大卡运费较贵一点。我懂。所以这是哈一品，你才算到一，好划算，划算不划算？我觉得不止划算。就是那你直接变小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国产水产品的优质。好，你们知道，其实我不是养鱼的，我可以透过于我的直播做我的料理跟大家分享。可是很多的知识，我真的要很感恩。除了农委会跟渔业署，还有我们的养殖基金会。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定期都会帮我们的这些渔青啊还有渔业的事业单位做这样子的曝光计划，然后让更多的好朋友很实质的用你觉得很开心的价格，然后买到我们很优质的国产的水产品，然后就你们大家的手艺把我们的水产品发扬光大、嗯、那至于好像这中间的对你们也觉得神奇对不对，怎么装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装，我们还以为旁边那个箱子是装的，我们想说、啊、要不要箱子兑换，可是我不行，我们就是照着原来的，所以我反正就这样，装箱不是我们的事情，对，他就会好好的到你家，如果他们觉得太难装，要不然就是要把箱子换大一点，我们刚刚真的弄不来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哦、在这里面、哦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水的温度哈、哦，还有你可以看到低密度的养殖，而且再来就是纯海水的养殖，所以相对起来那个盐度啊，哦，对于水产的风味口感，嗯，哦、大家都会都更好，都会更好，嗯、所以这是今天哈、哦，我超值了，要订购，好，等一等哈，我们比较公平。好，要公平啊，然后我都用填表单哈，然后冰箱挤不下的，诶，我也不知道，反正没有那么快收到货，您就较紧努力吃，安尼就对啊，哈，这个好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组合，我整理一次，表单里面永安区渔会的会有 A 跟 B， 刚刚你可以看到，经济实惠999也很超值，原价1470做999含运到家。然后我们现在呢，哈等下，哈，救人哦，什么？这是对不对？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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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啊，哎呀，是真的假？真的真的，有吧？嗯，1399，你忘记？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忘记了，陈先生，我们沉迷在1399已经 David Loki， 我们刚刚快把我们搞疯了，36小时下单。限时折扣100元，嗯，只要1299，好，哎，一品，你戳错了哦，你说还没有冷冻比较好装，不是的哦，这都是冷冻好，这是叫做节切好，它在专业的规格的工厂里面是极高专业的工厂
从鱼截切清洗，它的水的温度都要测，要检测，然后做好之后真空包装，硬邦邦的才装到我们的这个箱子，它不是那个嫩嫩的一样哦，是硬的时候。所以它你会看到的，已经架起。你哪去看那个截切工厂？你要看你的截切，你会很赞叹哦。好、哦，所以这今天花这个钱还要再折100块钱哈、哦，那我所以我就不要这边谁谁量，你们等会自己表单开了之后。我放回冰箱，我装不回去，装不回去，我真的装不回去。啊，修啊，修修，今天修起来。下一位，好，下一位来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嘿，也是精彩啊！你们订好了？朱妹，你把表单上去了吗？我没有订，是他们的人在贴的。哦，他们已经在贴了，好啦，来你们，啊你们，你们，他订上去了，没关系的，那订上去了，你们不会后悔吗？我还要开下一箱，你们还要再买下一箱吗？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我们的下一组哈、哦，是来自于屏东的林边区渔会，那一样也帮我们开出了一个家庭实惠经济的组合，是999的这个组合。那因为想说让大家都可以多元性的支持我们的国产的水产品，所以林边区渔会呢，在这个家庭经济箱里面帮我们大家呢。放了这个五仔鱼的一夜干，那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有分享说，在我们这个渔业计划里面买到的那个五仔鱼啊，一夜干真的很好吃。但是原始，我要先讲说原始出来的规格，原始出来规格999啊，只能出到这样，就是这两只啊，对吧？这两只原始的规格。就是这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没讲错，对不对？对，对，哦，是对的哈。好，来，是这两只，这种这个规格，这个是150克，这300克。那今天出货就是出这个。这如果在那个网站卖啊，就是网站卖一夜干到这个规格，一只要400多块钱、嗯，这两只再加运费、保利龙箱，你们就不够钱了，好、哦，就不够钱了。好，那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龙胆石斑鱼头骨，你们刚刚吃的鱼汤里面就是这个，有 Q 不？很 Q 哦，很 Q 哈、哦嗯。好，那我要先很 Q 哦，超级 Q 的这个龙胆石斑的鱼头骨啊，龙胆石斑啊，它是我们它养啊，今天我们的渔民跟我分享说。朱班长讲啊，那伊讲，那饲迄个龙胆石斑呐，吼，爱靠技术啦。他说，如果没有养好啊，吼，那个渔民吼会从龙胆养龙胆，吼，变成自己无胆。吓死！为什么？因为他要养大，这中间他养的时间长，那会遇到的状况，那会血本无归，所以也有讲。那个要养龙胆石斑、哦、那个渔民技术要好。那刚刚像我们在煮汤的时候就会看到它那个皮厚胶质，所以有的人会说啊，那个皮哦哦中它贴掉，它最价值的就是在那个皮跟那个皮中间那个胶质那个胶原蛋白，所以这里还有两包这样子的一包各是300克的龙胆鱼头骨、哦、然后呢是对不对？再加送小的这一只，本来是拿来给我比较的，对不对？原本是这样啊，原本是这样啊，两只啊，嗯，然后后来变成这么大的两只啊，嗯，然后这只我说要给我比较，所以比较的也直接就放进去了，所以这样子999，好，好，好，所以你们真的表单填完了，你会后悔哈、哦，两。哎，子宫每一标都看起来都不能错过哈、哦，不然我们就全部都贴上去了。好，贴上去，好，好好来贴了。那我们贴。好，来贴。好，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有够丰富组哈、哦，是这个林边区渔会的这个林家珍宝的这个组合哈、哦，澎湃组哈、哦。来，那它有一样，就是这个。五仔鱼的一夜干，好、哦，这有300克哦，有300克。Amber， 你帮我那只150克的留下来，拿到外面来。我等会就煎它。煮起来。对，我等会煎它。好，你可以看到这有两只一夜干，
再来还有，哇塞，这个是龙胆的肉片，龙胆的肉片这样子300克的有一包，如果这样子再来这一包应该就钱就1380就没了。这个头骨好、哦、头骨一包两包，再来火锅、哦、再来加码，连虾子也来了、欸、对啊，虾子来，这送的对、哦、不小呢，好，来自屏东，好，沿岸干净的无污染的这个养殖环境所生产的林家珍宝，这是林边区渔会的品牌，对，这有半斤的虾子，这边有半斤，然后里面我发现他们在箱子里面还放了一份尝鲜食谱做行销做推广，呵，哦，龙胆石斑梅花，龙胆石斑切片有哪一组？这一组有龙胆石斑切块切片，在这里。这袋啊，大片的。这袋这包啊，爱三四百块啊，应该是拿嘿三四百块找不起。那你看看这三个跟那个，所以很超值啊，好，所以很难选，对不对？有人说好可惜哦，只有台湾可以买。对，这就是宝岛台湾，好幸福哦、嗯、然后我今天有跟大家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哦、然后你们喜欢就好，然后我们来整理一次，留把我的手上的表单可以看到哦，来林边区域会的这个经济组、哦、999在这上面999、哦、然后呢总共是五包对吗、哦、五包，再来是这个有够丰盛组，里面有五仔鱼叶干，有龙胆石斑的肉片，有龙胆石斑的鱼头骨，好、哦，有还有这个哎龙胆石斑的鱼头骨下巴哦，还有他刚刚是有一包是鱼下巴啦，好、哦，对，哎、嗯，我提几多？多加一包啊，是吗？哦，一只，一只哦，好、哦，这是一包是下巴肉，也下巴拢真大的，所以切成块了，对不对？对，因为很跟我们概念中的下巴不太一样，不是因为它很大，嗯，很大，它很大，龙胆石斑，好、哦，这个你可以看到下巴肉、嗯，然后头骨有一包，然后再来还有加送这个白虾，白虾300克、嗯，而且它的虾并不小哦，好、哦，我们可以问一下它的规格吗？但是还好，我觉得 OK 咯，真的就是很自然的，这边有写，这边有写，好、哦，然后300克，规格有写，所以这是我们秋季介绍给大家的这个振兴的组合，没，我觉得好难抉择哦，是不是？好、哦，超难抉择，刘凡那边不可以走，哈、啊，中尾，中尾，唔免两组大组诶，对，两组大，两组大组的，我觉得两组大，因为为什么？大组会涵盖小组啊，好喜欢哦，你好厉害哦，我怎么能不厉害呢？好厉害哦，没有，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听到是 Amber 的声音哈、哦，你如果知道他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的农业伙伴哈、哦，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组合，我跟他两个人，我们很有耐性，然后两个人都不会发脾气，然后底下。你知道我们要慢慢调，其实已经发脾气，其实我已经发脾气。好，所以好啦，开玩笑啦哈，大家开心。然后呢，我其实哈，真心在说哈，在我们的这个水产品哦，这个石斑，我特别讲哈，你们想哈，像我们台湾要吃石斑，就是诶，安永安屏东拿冰这个所在。这是独特，你看看台南养石斑不？没啊，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哈、哦，我觉得渔业署的这个安排非常好，让我们透过于直播，然后认识我们这块宝岛。嗯、对。
对，然后我们有渔会可以帮平常他们帮我们的这些渔民做到可以就是平衡，好，然后让物产都是货畅其流。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变成跟我们家庭的消费很接轨，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商品对于我自己，我自己好喜欢。好了，所以这次表单也贴上来了哈。然后啊，那个主述的部分我先跟大家说一声哈。 Amber 你刚刚那个给让我看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讲说你们每一次订单的那个量是很可观的，那其实养殖基金会跟渔会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渔会的人手就是只有这么多，所以永安呢，我们投500单，在关第一次表单前的500组，我们希望可以在一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出货给大家。你拜托，拜因，我头我三个包一箱，包到诶，强要讲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我会请朱妹，然后林边区渔会是每周的出货量是3巴，然后今天摆3巴左右，规划3周来出这样子哈。所以最大的接单量，那大家按订单的顺序，然后你们也不要心急，你们会知道，反正这都有买到，啊就，就安尼就慢慢啊等，慢慢啊等，啊，伊就会来安尼，啊，无你家己嘛无好，因都真正足辛苦啊，足认真啊，吼，啊，你互因让他们慢慢消化。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煮饭啦，好，好，我要来煮料理喽，好，我鱼先冰了，好，先冰吧，好，那我。今天呢，煮第一个菜呢，我想煮剁椒蒸鱼下巴。好，那我蒸鱼下巴，我应该有用到，除了那块煎的啦，我舍不得，我就今天呢，我先从那个蒸鱼下巴开始哈。好，那可以看到我把豆腐哈，我把它剥大块。然后再把它稍微的按一下，先把它放这里面。好，那我去找鱼下巴，剪开给大家看哈。哎，连不了吗，丽娟？应该是 Android 手机的问题。你的 Android 手机，你可能要退出去。哎。直播结束再订没关系哈，或者是子辰你可以改抬头还不行嘛哈。好，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把那个鱼下巴拿出来哈，这一包哈是石斑鱼的下巴哈，你可以看到我在洗它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肉质，很碎吧，对吧，很碎哈。好，来我洗洗哈。把他们三个鱼下巴都洗好，按照手机有可能。好，那我今天要做剁椒鱼，那这个我备好了。那现在可以看到剁椒有很多，刘爸你帮我那个泡辣椒那罐也拿过来。剁椒有不同的方式，再来我的书里面有教大家。像我们喜欢那个剁椒的酸汤，我有时候我会用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拌盐啊，拌盐姜末蒜头在里面，这样也可以，两种模式都可以做。那这个拿出来，就这个汤汁也可以用。好，好，那这个腌过了，其实我的书上面也都有教大家做这些东西。好，那我现在呢，就锅子里面放一点油。哦，我们来蒸剁椒鱼下巴。秀丽，蔡秀丽，秀丽，我刚好看到你写订好了，我想问你，你订的是哪一组？ Okay, 好，然后现在我油放下来，我放一点蒜头。我可以的。好，姜末。姜末。
就是手机系统的关系。对，他们会说这样我还在后别人后面。顺利，你订哪一组啊？Jessica 也订好了，荔枝也订好了，你们大家手脚都很快。好，然后这个要有油脂，因为里面还有豆腐哈、哦，有满满的豆腐可以吃，然后要吸那个鱼的胶质，那个鱼汤。好，然后呢，如果是那种泡整条的，就是拿出来剁剁切切。然后我现在用的就是已经剁好的。大煮两组哈、哦。好，然后火转小，把它们炒香。好香哦！啊，好香哦！这超香的吗？对，好、哦、好，姜末、蒜末哈、哦，然后这个剁椒，然后一点点的鱼露，要有咸哈、哦。好，再来。一个急的不得了，定不了。好，然后酒放一点下来，当水分。好，刘爸再帮我开一下。好，阿妮，二，来。这道菜也是在我家超受欢迎的菜哈。爱吃辣的朋友，有汤吗？好，要不你帮我刷过去点歌。我来煮，有香不？香香香。然后现在要蒸了、哦，哇！对啊，蒸好之后那个汤水啊，就会鱼汁就会进到。那当然你也可以加一点酱油哈、哦，是没问题的哈、哦。那我今天鱼露放得够。好了，我补一点点的酱油。我补一点点酱油哈，二，来开蒸，蒸罐里啊，已经打开了啊，表灯打开喽，啊。两样齐。两样齐吗？哦，好。好，那接下来我要煮的是这个麻油的，好、哦，我要煮麻油汤。我用的是里面的石斑鱼小排。我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刚好这样子就可以开箱。哦，哇塞！小排吗？小排。哦，我最好奇了。我也很好奇耶。这是一块龙胆石斑，很有脂肪。我睡吧。哎呦，老师有骨头吗？里面有那个大只骨，白骨啦。哦，白骨啦。哇，这个一定，这就是鱼最好吃的地方啊。好，我洗干净。我懂。这个稍微小。有这个有这个哈、哦，连看都没看过。对，真的切分切过。我觉得这一次直播是那个离石斑最近。因为这种是龙胆石斑哈、哦。有石斑、龙虎斑，我已经记不起来这个斑是什么斑了，反正龙虎的西安。因为什么我刚才讲龙虎？因为它就是很金贵的这个食材。好，然后我要煮变麻油，我要变麻油嘿。好，我用一点胡麻油，包这个姜，对不对？这个直播是离石斑最近的，别干黄一干，慢慢黄一干，进来哦哈。
好，然后我要来把这个小牌哦，我今天只有拿一包是正确的，你知道吗？这个石斑鱼小牌是青斑的，青斑的哈、哦，嗯，好，那我就顺着它那个鱼骨的方向哦，这是青斑，嘿，那你要看它的 Q 度，有水无水哈、哦，啊，切袂开吼、哦，免多姜哈，为什么伊迄鸡皮吼、哦、足 Q 啊？然后，哎，免多姜啊，系啊，为什么？你没必要跟它硬着来，吼、哦，好，然后。就算了吗？对，煮好它熟了，你筷子一拨就开了。你看啊，因为它的皮啊有胶质嘛。哇塞，我这个煮麻油。秋冬就在。对啊，我的麻油我现在用最小火、哦、在煸它。好，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有白棍哦，我就顺那个骨旁。哎，真的呢，那个见过无锡排骨那个。热牌没见过石斑鱼的小牌，对，小牌。哦，啊，你就顺着那个骨头，啊，如果你切到有骨头，你不要给它一刀两断哦。什么意思？就这样开就好了，煮熟，筷子一拨，就照你的定位就开了，这样子。哦，好。哦，好，麻油现在有香了哈、哦。香。好，可以用清水，也可以用高汤。我今天有好好的想要认真对待石斑，所以我有从冰箱里拿出我的高汤。麻油姜汤的。对。哦，然后再拿兑一点水。连我煮的人哦，我不是想吃，而是我煮的很幸福，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材料。好，然后这环妹，各刷环妹来哦。这道理我还可以任意加。我要加高丽菜。嗯。对。适合麻油的。对，你们什么想金针菇？你想怎么加？好、哦，好，回去放起来喝。好，然后这一锅我让它煮滚了，我放过去。表单已经开了。大家有耐心，看完再上。开了吗？已经开了啊。对啊，不是好多人订到了，有的人不订还没办法。刘板帮我拿锅盖，好，然后我等滚哈、哦。我就直播结束之后再上。对，好痛苦哦。是订得到的吗？是订得到的，不要担心哈、哦。可能36小时内的都还是有到。36小时内的，对，都还会有，只不过就是接单量我们要照着排序出货、哦、所以就大家有耐心。我今天不是来在跟你们恶作剧说啊，很诱人，然后只有一点点的量，好、哦、啊，你们不要错过哦，你们不要错过直播，要看到最后哦。我有讲哦，要记得公开分享哦，你们都听懂吗？对哈、哦，你都忘了哈、哦，等一下，不然等会会歪楼。啊、你们记得先公开分享哦，好，然后，哇塞，这谁可以帮我煮给我爸爸吃啊？真的、哦，你们看到我只是拿，你看到、哦、我没有把它切开哦，刘爸这有迷人了，嗯，然后你们看看那个石斑鱼的胶质啊，它一下锅那个汤立刻变奶白色。哇塞，然后我扛起来齁，我用小火去浸煮它一下，我不要用大火齁，我盖着，我用小火来浸煮它一下，好一棍蛋的让它来更久喝。
下一道。下一道简单耶，下一道就是猪高汤。哦，鸡高汤、排骨高汤都是可以的。好、哦、好，我现在这里面放了。然后我切了几片的山药，材的部分我放了，我先用这边给大家看好了。来，刘爸，简单的青药膳、哦、川穹、车厘，还有一少许的当归，还有枸杞子。枸杞子要等到鱼的浮沫捞完之后我们再来下这个，我们先下。这很适合秋冬哈、哦。好，然后我现在来开。大家可以看到哈、哦，这个是这包。石斑鱼头，给大家看到它里面的那个材料的质地，我直接拿出来哈、哦。背包送。先拿鱼头，这锅煮的是清汤，但是它有一点点的药膳的香味。好，然后这边我还拿着一包鱼小排哈、哦，刚刚你们已经看过了那个鱼小排，再看一包。太好吃了，没有，两锅煮不一样风味。好、哦，可以看到这样那个是几包，厉害哦，好赞啊！洗一下嘿。对，你看啊、哦，我把它化开，我没有把它，我只有趁那个骨的缝缝，这样把它化开，不尿。哇塞，好香哦，那个汤。你把这里的伙食哦。对。吃不完带回家、哦。这就是来吃东西跟打包。对。我们可以看看我把它挤开了哈、哦。
全没背景。你们有听到说什么吗？这个是最真诚的推荐。苏比在最里面的房间，他跑出来问说煮什么？香香哎、欸。对啊。安排好了顾客。而且你可以看到有把六块椰撑住了，给抓变奶白色，很滋养的那个。对，苏比他问说好香哦。好，对，可以。好，然后我现在呢把那个浮沫捞干净之后啊，我就把锅底，我还没有放姜哦。然后你们这个可以沾什么？沾蒜头的辣椒酱油。哦，这棒。对，姜汤，然后鱼肉沾蒜头的辣椒酱油，哈、哦。好，锅底放下来。好，改小火了，让它煮。那、啊、你可以看到它随着煮的时间啊，闻到了那个，然后它等会啊，这个我们的它熟了之后，我们的用铲子很快剥，它就可以分散。好啊，等会再来调味，调味要一点点的酱油跟鱼露。那你可以看到哦，我稍微煮一下下之后，那个麻油，我看我，不然哦，超香的。好，这时候酒，而且酒哈、哦，我要到有一杯的分量。哦，要有一杯的分量，哦，要有酒香。然后现在夏天的时候，就才刚秋初的时候还不用，然后等到天气再冷一点点的时候，天气再冷一点点的时候，你可以调糖，或者是跟我一样放一点点的桂圆肉。要不然你想拿什么鱼肉？你想拿鱼肉，我拿起来给大家看。那那个汤，你看有足用不？好、哦、啊，我先过一遍哈，为什么你敢知啊？宅配要看公司，有的公司没有，这个问不了他们，就是说要问宅配公司，你们备着，有的宅配公司可以收的话就可以收。如果这跟你要不要买，你如果因为只要用那个五倍券才买，那没关系，你可以稍微候一下，我们帮你问。可是问题是，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决定，因为那是宅配公司，他是不是能够有机器可以有，是愿意这么收，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好，然后呢，好厚实的鱼肉，接下来我要调味的部分。好，放一点鱼露，哦，然后刘爸我要改带出来哇。鱼肉，有汤吗？超级香的，要香。对，来，有把你们，你机器弄好，我姐姐，你帮妈妈把那个。
菜端过去那边，让爸爸拍一下特写，妈妈把桌面可以了。好，我要端过去啊，因为不然我要有台面可以做菜。好。好。那这时候，你看哦，那个汤，牛奶颜色，奶色，那个鱼头骨有没有？刚刚大家看到的排骨，然后现在我们用筷子来刮起来，然后你看哦，刚刚没断，现在这样子，你看它就可以，有没有？没断，可我现在一拨，照着我现在放的，你看哦，一起规片哦，但是我们的筷子这样子，有没有就可以变成一块一块？哦，遇到骨头你不要硬着把它切断，才不会一根骨头变两根骨头。虽然它不是细刺，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这样子，最后我们调鱼露、酱油还有鱼露。对，导致它那个胶质、蛋白质，对，一点点酱油的香味，再来鱼露调味，再来少许的米酒。都是快起锅了怎么加？对，因为才不会蛋白质被你煮硬了啊。有盐分的东西都是起锅前。好，米酒，好，再来泡过水的姜丝，这锅应该也很迷人，对不对？好，让我把它移旁边哈、哦，好，然后再来，我决定把最小只的那只五仔鱼叶干拿来煮一煮。因为叶干哦很方便，然后叶干的那个五仔鱼子哈、哦，本身就很好吃，很细嫩。它经过了一夜干的制成之后啊，它的风味跟口感啊正好。所以我现在啊，要来把，先等一下再装。好，这一只哦，那它从冰箱拿出来，稍微你可以这样翻动，基本上就 OK。或者是拿出来不用刻意去解冻，就是按那水龙头淋一下就好了。那我现在把这一只。它打开，这只是送的哦。这只是送的哦。这个货是非常大的。对，本来不是，是本来是大的，本来是小的。可是余慧都说，他们明天早上会问黑猫关于费券的部分。好，好不好？大家如果是要使用五倍券就备着。好啊，不要，它好不容易一夜干了哈，就不要再去煮煮了哈，不要洗哦，就是在工厂里面好不容易干了，不要再拿去洗水哈。不干，嗯，对啊，花钱一夜干，对，一夜干的生鱼，生鱼跟一夜干价钱差很多呢。他花了一个晚上才干。对，好，我现在开火了。看起来好像每一道都很好吃哈。对。然后刚刚谢谢 Amber 对我的鹅肉啊，他跟我说我的猪排是他吃过最好的猪，最好吃的猪排。厉害。胜过名店。厉害。准备装作。对，很滋养啊。家里有长辈有老人家啊，吼，小孩呀、啊，吼，吃鱼的小孩真的会聪明哦，你知道吗？刘爸没有卖鱼哦，以前我爱吃鱼啊，我母亲都说我会嫁给卖鱼的。所以你讲你吃鱼，所以你很聪明；我吃肉，所以我很笨。那你自己说的，我没这么说。好，我现在开小火，没有用油。
在煎那条五彩鱼，煎的同时我在洗洗碗。这五彩鱼哦，就这样放进去了。我已经放进去了。啊，我那边腿碎了。啊，肉的那一面哈，肉的那一面，把它先向下。对，五彩鱼的肉非常的细哈。好，那我现在啊，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的五仔鱼啊，我想要偏麻油。偏麻油。嗯，偏麻油是南部一种很特别的料理，哈、哦，就是它在蛋白质哈、哦、去烹煮之后的最后一个阶段，然后下麻油去跑过，它会留下那个麻油的香味，好、哦，这叫偏麻油。嗯，最常用的偏红锦，麻油偏红锦，哈、哦，就是红锦偏麻油的对吧？嗯，好，来，然后我们先来，这个是林间的五仔鱼。然后呢，那一面呢，它其实还可以再煎。翻得太早，我再翻回来嘿，你看哈、哦，我先让它好，然后我在这里放了一大匙左右的炒香白芝麻，你们在家里没有我这个碗也不碍事。拿一个碗，然后把瓶子弄好，把瓶里擦干净。蝴蝶片，表单的话，一平汪王，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写。我磨的是什么吗？我磨的是炒香的白芝麻。我是把一夜干做成比较适合秋冬季节来吃的这个风味。好，那可以看到我现在放下来，这面熟了，见白了。我放一点点的少许的油脂去煎那个鱼皮，请问先直接汇款吗？没有，不用，诚信原则，请大家不要弃单好吗？我好像那个海鲜拍卖网哦。选择汇款，他就可以汇。如果你是要选择汇款的话，我们上面表单上面也都有写，对不对？对。好，都有写上。你就你如果要点选汇款，你就汇款。好，然后打电话回去。好。那如果货到付款，就是货到付款。嗯，哎、啊，对，哦，这真的是服务大家，哈、哦。好，然后现在慢慢的再煎它，然后我准备了这个炒香的白芝麻，还准备了葱花。这个很特别的做。对。一般我都只是煮干煎。干煎的白糊啊，没个没个糊啊，对不对？就已经很好吃啊。哦，水啊！哇塞，
我现在闻到那个剁椒蒸鱼的香味。好，然后来再拌一面哈。加蟹，对不对？掉。哪里有表单？就在下面图巾下面。好，来，请大家分享喽！所有的好朋友分享了，你们现在有1400多位，将近1500位的好朋友，请大家帮我们踊跃公开分享，写功课。写功课。国产石斑秋凉滋养哦，猪妹好棒哦，三个鱼。如果妈妈你们打注音，他跑，你那个注音不用打上去嘿，就是先上桌，那个就是要让你们去找字，就是这个不用打哈，哎也不要空一格哦哈、哦。国产石斑秋凉先补滋补先上桌，来 ，Amber 你帮我拿一下给大家。好，猪妹说她要打给大家复制。写功课咯，打好关键字之后公开分享，先记得公开分享，没有公开分享抽到了也是白抽，是，对，那至于抽到什么待会再说，等会再告诉你们哈。哦，有了，哎，你弄下这他们写的字是对的还不对？啊，你哪弄这搞啦，你大家拢这搞哦，哦，安尼有水无？是啊。好，然后我把那一点点原来的鱼油，煎出来的油呢，先拿出来哈，好。台湾竟然还加了标点符号。不要加、啊、哦，不要加标点符号哦。哦，安尼哦，好，来，白芝麻油，火锅子的温度，鱼熟了，锅子的温度，火关掉，白芝麻一汤匙在这里，去摇它，开火。把它夹好，有香味无？有香无？哦，超漂亮的呢。然后有没有香？香。就这样了。我可以关掉了，锅子够热。而且要让它每一口哦，都有那个芝麻。等我，要是我就看看，真的很香哦。写功课咯，好，不用这样。然后这些里面的芝麻还有鱼油，在这里不要浪费哦。来看哦，这边葱花，再来。一点点胡椒盐，让葱花有味道。我没有开火，怎么样刘爸可以拿到前面，然后我要去开那个叫，我先要把那个水汤锅搬出来，我的那个这边好，然后换一碗汤哦，汤有等于又有一个变化好吗？好，然后现在我把这个，你看它那汤那个上面的胶质。
我现在重新开好哦，开滚哦，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哦，电锅里，你们大概都忘记了。哇。它已经好多的这个汤汁，你们可以看到哈、哦，那这个汤汁就是会被豆腐，我们不是把它豆腐用剥破的吗？然后有洞洞有缝缝，它就会吸那个汤汁。嗯，对，睡吧、啊，这个小孩喜欢。所以今天可以看到哈、哦，对。这一个，再给它拿出来。哦，是盘子，好美哦，这一版。你看哦，走，你看，麻油鸠，飘散。那还有我们今天刚刚前一段煮的，你们都写好功课了没有啊？来，你们都写好功课没？我再复习完，我再复习完今天的那个表单里组合内容。哇，都是鱼啊！所以前一段直播我已经有把猪排做好了，等一下我们就吃鱼大餐，然后肉只有猪排，佐猪排。对，今天是国产石斑鱼佐国产日式猪排。好，那今天我们的表单里面呢，总共有两个在我们这一次秋季的这个渔业推广计划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就是在鱼里面比较高档很贵的，以前就无斑不成宴的石斑。那我们的表单里面总共有两家渔会来支持共襄盛举，真的有病定位，感觉会搞得你们好为难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买真的是可以吃到全家很开心。永安区渔会哈，然后999的这个含运价格是从原价1470做到999，里面有鱼排、鱼片哈，鱼排两包，鱼片一包，鱼骨两包，总共五包的组合。然后呢，这个呢就精彩了，原始是1399，真的是1399。做鱼排两片，然后鱼骨一包，鱼石龙虎斑鱼片又一包，石斑鱼头青斑的鱼头一包，然后鱼小排那刚刚超 Q 的有一包，还有鱼下巴有一包，原始价格是1399，然后我们又加码了一条全鱼，全鱼哦，这怎么看？它真的让我们。他搞到我们迟到、欸，一搞到我们迟到，我们到现在还找不到谜题，到底他是怎么从那个箱子配到我家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我没有看到他。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只全鱼哈，也在里面，而且36小时在我们表单做第一阶段关闭的时候，36小时哈，再省100块钱。1299，然后再来这个林边的这个鱼叶干，我刚刚、那个鱼叶干超香，而且我刚那个鱼叶干是150克，你们收到的会从对、原本是我刚煮的是150克，你们收到的是300克，就这个对、已经很大了，对，然后会出300克的两包、龙胆鱼头骨、也有两包，促销的价格是999，加送我刚刚那一条150克的一叶干。那另外有够丰盛组有一叶干两包，龙胆肉片哈、这个贵哦哈，300克。然后呢，鱼头骨一包，鱼下巴一包，然后1380的价格，
我们在加码做加送白虾300克一包。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表单的结构。朱妹，你帮我抓，我们要来抽奖了。那抽奖怎么抽哈？抽什么？抽什么？抽幸运儿。我们其实这个直播的目的，并不是来搞那点鱼货变小给，不是这样，是要让大家，我们都要知道你们很会煮。渔业署想要借由大家的手艺，把我们的这个国产的鱼货更加的这个让国人家庭接受，所以要请大家吼，给你们多一点那个食材，你们会煮得很开心。那目的我们抽奖也不是要把这个鱼货好像就是很廉价就送给大家，这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这个直播我们做的这么认真，就是希望大家要大家共襄盛举。所以第一个，请大家务必帮我们做公开分享，这是到时候要来领奖的第一个关键。再来，今天抽奖 Amber 要抽几位？六个，一家各三个，反正就抽六个，你想买谁都行。抽六位，好吗？抽六位好朋友，抽六位好朋友，一个人有500块的购物金，然后你们买任何今天的标单里面任何一标，你有把公开，你被抽到了，你把你的公开截图截回来。如果你买999的，我们会把你们的那个钱扣掉500块钱，就是你收到就是等于用499的意思就可以买到。你买1280的已经超值到不像话，还可以再扣500，好吗？好，那所以这是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月牙会1299，你买1299就会1299，你买多少钱的就会多少钱，但是你在汇款前先等一等好吗？你写了功课吗？说不定是你呢，说不定还可以扣掉500嘞，好吧？所以等一等哦。好，来，朱妹抓了吗？来，已经抓完了。已经抓完了哈，好。好，那来这边，朱妹抓完了所有的留言。好，那一样，哎呦，看得到吗？哎呦，好，那一样跟大家附送一次。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抽500元购物金，我们抽六位。然后呢，这次留言包含的文字是国产石斑秋凉滋补先上桌。好，那我就直接抽咯。好，刚才是哪六位的好朋友哦？好，那恭喜申秀珍、Jessica Hu、这怎么念FSO Fan， 然后陈爱少哦，爱少耶，然后夏天跟阿雅雅郭。好，以上共六位。你们大家的名字怎么都这么可爱啊？哎呀呀，哎呀呀，超可爱，超暖心的一个。好啦，所以恭喜这六位的好朋友。然后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持国产，也谢谢你们把你们这么美好的晚餐时间贡献给我们，跟我们一起收看了这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从那个惊喜开箱到我很认真很努力的。我现在鼻子我已经闻不出来是到底哪一碗，因为都很香哈、哦。这就是我前一段煮了一个味噌汤，然后有这个辣菜的剁椒鱼，有养生药膳的这个当归药膳的石斑鱼汤，也有麻油酒，还有今天把平常大家可能就是干干的煎完或烤完的这个一夜干，我赢了一个麻油的一个麻油香葱的做法，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呢，有中奖的好朋友，在最快的时间把你的截图私讯回来给我们，然后我们的朱妹呢就会帮你们编辑好，赶快把你们看看你们最好也可以告诉我们，好，就是你订的是哪一种，你是订哪一种订货的姓名，因为你们在那个脸书上面呢、啊，比如说哎呀呀虎，你总不可能搜。收货的时候写的是哎呀好糊，所以你就只要用你的账号贴上你自己订货的名字，然后把握你们这个500块的购物金，可以用很超值的价格得到我们的这个买到更不是得到就是买到更优惠的这个，然后这也是我们这个直播既能够宣传我们的国产水产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就算没有抽中，其实我相信今天有买到的人应该都很开心了。好啦，所以直播
祝大家晚餐愉快，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哦。OK 咯，拜拜。拜拜。